们从上节课就是去往下啊，下一个动作吸气，同时关扇，然后走拧伸，气向上提，然后注意一下你的双手一直保持在你的前斜下，拉长，给胸腰，拧伸，拉过来，吸气往上提住啊，眼睛随左手动，五六七走，停，啊，三四哒，快速推重心上步，然后重心是一个，看从这里，现在重心在右脚上，把左脚踩下来，右左上两步，然后同时扇子从斜下方打穿过你的腰，左手回忆一下。给出去，左手是剑指，右手手心朝上，五六七走，七二三四出，拉出去，二三四，这里尽量给后背多给一点，就不要只给到肩，往后拉长，然后到这个位置之后，继续走四步，走左右，然后立半小肩，立下四步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左右左。右，然后前面两步手保持在这里不动，左右，第三步的时候做右手的盘腕，立盘下压下来，左手保持按掌压住，好，再来一次，我两记得一二三四个左右立下，好，到这之后扇子在后有一个开始，直接啊抓住扇子的一边拉，打到你的平，在你的身体后背后，然后同时把重心往左脚上推，吸腿，重拾，给胸腰后仰，五六七走，压住，同时腿吸住一点啊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走，一二，然后三四，重心留在左腿上不动，左手到背手，然后扇子给它倒的反肩拉过来，再来一次的提落。直接落下来，到这儿，然后继续走五六，一个提气，五六，注意用你的丹田发力，后背往上提六，然后第七拍啊，注意扇子先往上走，有个转，拉过来，尽量转到这个扇口朝镜子的方向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六七走提六的七，扇口朝镜子，同时在这儿。左手起到按掌拉住，右手盘腿放在你的膝盖上，膝盖上面啊，然后注意左腿是蹲着的，人要立直，把自己稳住，千万不要往旁倒。然后下一个动作到这儿，勾脚，同时把扇子从这儿回收扇，左手的手心握住扇子，然后同时把腿勾脚，膝盖伸直，勾。往远拉出去，冲着阿点的方向勾脚，膝盖要站直，好，连起来做一次，我们从前面五六七走，吸气二三四出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提六大七八，好，到这之后接下来我们往二点方向做一个错步，错一步啊，再来一次，我要记得二二三四的时候，三四把你的扇子走平的路线甩出去，冲二点方向，同时左腿撤步，做下蹲踏步蹲，手拉出去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好，到这之后五六的时候，右手往上做一个盘腕，同时转圈盘收，继续收到握扇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盘收，然后七的时候盘腿，七盘马上收，弹出去，八快速收，五六七走，弹收，七八各一盘一个啊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从前，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走七八，给它守住，注意啊，把你的主腿站直，人往上拎住，胳膊肘要往上提，提高，好，到这之后，到这之后继续啊，走脚上动作，脚往旁踩，踩立两步，第三步出右腿，同时把手压下来，上半身往前压，前面两步是立半脚尖的，
立立下踩，同时拉过去，然后把你的胯往这边稍微拧一点点，先拉出去，然后手上七八之后，右手往上拉长，你的手啊一定要经过一个拉大，有一个往回掏出来，下往旁拉下去，然后一定要经过看画了一个斜线往下拉，同时左边的旁边要给它拉起来，上身压下来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五六走七八走，提二三四压到这，好，继续五六的时候要有一个回手，回完手之后推重心往右脚上，同时手肘上下拉出去，拉到最远的地方，继续走这个圆，然后走上右脚，穿手往正上方穿出去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七八走，一二三四，回手推六走，穿脚穿手，七穿踩下去，同时转圈，好，第八拍上左脚，往上拎上去，同时啊手在七八，然后一的时候右手要走旁边的弧线，走扶住，左手的是剑指扶在你这个扇柄上，下扇柄胳膊肘架住，好，再来一次，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打开，注意啊，我转过来之后上的是左脚，一，好，再来一次，六七上左脚穿回来，啊，一，拎住 ，OK， 好，我们把今天的题从头到尾数着都来一次，五六七走吸气，一，二三四打，出六七二三四走，五六胸要下，一二吐气走，七气走，七八，一二三四转圈六七出八收走，一二三压下来。